南方轻轻吹，花儿香，鸟儿鸣，春光惹人醉，欢歌笑语绕着彩云。来，我们继续唱。啊，继续唱歌 ，OK。感谢胡亮。OK， 在屋内，用咱特写镜头，节奏啊 ，Zoom in，Zoom in。OK， let's try。十年，十五啊！这个就是嘉宾，没有太关心，也性别是男的。难道那时我们才相会，举杯赞英雄，光荣数一水，为祖国，为子华，流过多少。医学系你是两班，我们是三班，所以我会明天汇报的时候是医学系的两到三班，实际上是基础部的两班。啊，所以的话这个问题他没说错，你也没说错。所以这个张楠作为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召集人啊，做了大量的工作啊，当然我们海外还有很多这个同学、联络员都在具体参与。我体会当中啊，有的困难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从中跟张楠说，是两个奥运。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。
敢的抬头，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，珍惜所有的感动，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，只会在你的左右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，珍惜所有的感动，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。阳光总在风雨，请相信有彩虹，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